我的名字叫做钟国进啊，是这个团队的主席，也就是团长。我们团队目前有大约46位 member，然后虽然46位啦，但是我们还是一起练鼓，练得像一家人啊。怎样说呢？就有时咯，就很像会闹脾气啊之类。虽然大家也会发脾气、闹情绪，但是大家坐下来聊天。交流沟通的时候就会化解这些东西啊，一个团队不可能是靠一个人有多强大，而是看整个团队是有多强大的。当你一个团队一起来的时候就不一样啊，他团队往往都会胜过单独秀啊。我是黄子恩，在鼓队里，我的职位是副主席。我是邱晴薇，我在鼓队里的职位是秘书。很多人以为24节令鼓是来自中国，其实不是。24节令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，马来西亚创作的。创作24节令鼓是有2位创作人，他们的名字叫陈在凡和陈维忠。24节令鼓是由3种文艺融为一体，有书法、节气，还有南丝的鼓。这3种呢，就形成了一个鼓，所以24节令鼓的鼓呢，是这样来的。我们节令鼓里面没有分高低音，不过每粒鼓有它特别的声音，所以有时我们会听到鼓会比较响，或者会比较沉。在鼓队里面，节奏对我们来讲很重要，它就像我们的感觉。每一场表演比赛，我们都需要靠感觉去跟着它的节奏那些。Hello，我叫张同行，然后我是24节令鼓里面的纪律。我是甘乐儿，在团队里我是副财政。这么近24节令鼓？那时退出了华乐，然后就想再选一个学会，然后就给一个朋友拉进来哦。给谁？团队的副主席。哦 其实啊，我那时候也是看到你们进我才进的。我是逢去才开始打第一场表演运动会，你这样迟咩？是啊，一年了，哦，是啊。哎，真伤心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慧婷，在这个团队里面的职位是财政。到你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甘心儿，我在鼓队里面的职位是副秘书。哎，你这样鼓队有多年了？大概有4年这样哦，你？嘿嘿嘿，3年，这么你当初进鼓队？哦，因为我姐姐也是鼓队里的成员之一。啊？嗯哼，然后到你啊，你为什么？当初啊，被朋友拉，我知道，不要讲，就 是不是啊？哦，谢谢。当初是在班哦，也是在班，然后看到我朋友在边打，就看到好像很过瘾，这样我就去打一下了。打下来，然后他们又称赞我有潜质哦，然后我就有点兴奋哦，兴奋就想进哦，进来了过后就这样子了。有一次表演的时候，我们表演完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过来跟我们讲，我们很像一家人，很开心的时候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景文，我在团队里的职位是 Room Master。大家好，我叫骆俊豪，在团队里职位是财长。你进了多少年？4年哦，你呢？我进了3年。3年啊！你在这3年你学到什么东西啊？打鼓哦，然后体能训练哦，然后学到就要团结，这样在体能你们还好吗？这样子，女生。女生啊，对女生一开始还好啦，然后过后就一开始我们跑步的次数就不是很多，然后就越跑就越。每次的训练就加多几圈这样哦，就我们的团队里面是女生多过男生，是啊，像你女们，中豪杰嘛，当然是女生多啊。我也有听过老师有称赞我们的女生，说我们是女汉子。是啊，我们的女生很强壮的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骆俊豪，在节令鼓的职位是节令二。然后，
不知道叫什么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叫什么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OK。